你干嘛呢？发个火山小视频，只要一上传，至少挣几百块钱。上次我就挣好几百呢。怎么挣？看到没有？就把这火山小视频网上一发，我跟你说，那火的蹭蹭的。而且新用户要是下载火山小视频的 APP， 还能领红包呢。这么神奇啊！这都用火山小视频吗？你别动啊！太 low 了。我下一个，我下一个我也挣钱。也坏了，手机没电了，经济遭受损失了。哎，轻点，这么多人呢。哎，大哥，你手里帮俺捡一下行吧？这么多人呢，我蹲得下吗？那这样，你帮俺提个来。大哥，你手里，老婆，老婆你咋样了？老婆，老公你到哪儿了？老婆，我已经上地铁了，你等着我，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！快点，我这要生了。好嘞。列车到站。哎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呀、啊！这有孩子呢，别急。哎呀，咋还没电了？哎呀，儿子，没事吧？再坚持一会儿啊，咱一会儿就到了，好不好？啊！哎呀，我长这么大是头一回看见睁着眼睛睡觉的。啊，昨晚太困了，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素质太差了。不，你啥素质啊？多味儿啊！味儿啥呀？我也没吃蒜呢。不，怎么你还想吃蒜呢？这韭菜盒子味儿就不小了，多香啊！你扒拉我干啥？你刚才扒拉我干啥？我让你给大姐让个座，你咋不让呢？那我凭什么让呢？行，我让。谁让我比你有素质呢？你给我坐下。显得你素质比我高呗，素质就是比你高。我素质比你高，大姐坐我这儿。妹子坐我这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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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姐要不坐我这儿。坐下。啊，我说他没说你呢。我下车。列车到站。别动。啊。坐我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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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您坐我这儿，我坐这儿。坐我这儿，还是坐在我这儿。哎呀，当好人的感觉真爽。那好像我大哥，你也是好人。哎，别动啊，我手机没了。你瞅啥呀？我两只手抱着孩子呢。来，给我站起来，来，起来。把我手机拿出来，大哥，俺没拿着手机啊！我手机就揣后屁股兜，刚才你撞我一下，手机就没了。把手机拿出来了，这是俺手机啊！这不就是我手机吗？这怎么能是你手机的？我手机没电了，我手机怎么了？说什么？你让他亮一个，我看看来。你这种人怎么？我自己手机我不认识吗？手机什么样？你看看是不是跟我手机一样？麦哥呀，啊，没问题，这500万你就打我账户里也行。你手机不是没电了吗？对呀，我手机都没电了，你咋打进来的呢？哎呀，儿子怎么不哭不哭？哎，我说妹子，你让他别哭了。你咋说话呢？我想让孩子哭啊。你跟他说，你说你别哭了，他就不哭了。大强，大声，你吓着孩子。小宝贝儿，
天上一个那，地下一个那，那肥那胖那粘那那那混那蛋那混那，不哭了。大家，你逗他。给，谢谢啊。这孩子可真好啊！俺媳妇也快生了，现在就在医院里嘞，也不知道生个小子还生个闺女。哎呀，不哭啊！他是不是饿了？我刚喂完。那是不是要撒尿啊？哎呀，哎呀，我没带纸尿裤啊！不是，儿子，再坚持一会儿好不好啊？这，哎呀，要不这样？妹子。你可不能让孩子尿这儿啊！你说太不卫生了啊！哎，注意点生态环境啊！不是你们咋说话呢？那孩子有尿不能让他憋着呀？那你们说尿哪儿？尿这儿。这不合适吧？怎么不合适啊？童子尿比鞋，尿完了之后，俺这安全帽以后就更安全了。谢谢啊，不客气啊。哎，兄弟，你我只有塑料袋，你倒这点。谢谢啊。哎，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？对呀，妹子。没跟你说话。哎，兄弟，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俺媳妇现在怎么样了。来，我只有充电宝，你先用着。谢谢啊。拿着。列车到站。哎呀。哎，大娘，大娘。坐我这儿，哎，不用，哎，不用，坐我这儿，您坐我这儿，我一站就下了，一站你也得坐着呀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早高峰上班多不容易呀、啊，这弄个座睡一会儿，你看我上来给你们添麻烦了，不麻烦。哎，大娘，您这拎的啥呀？买的哩哩啦啦的，这是螃蟹啊、嗯，这是蓝莓，我孙子就稀罕这口，螃蟹补心，蓝莓补眼。缺啥补啥，我该走了。哎，我就搁这站着，我可没动过啊。兄弟，你看着，不是我碰的，你得给我作证啊。我给你作证，也不是我碰的啊。我给你作证啊。那咱快把大娘扶起来。对，我拿手机拍着当证明，然后咱俩后就一发一会儿消息就可以了。别说了，你们不服是吧？哎呀，我服。你们得给我做个证啊。做啥证啊？咱仨一会儿把大娘扶起来不完了吗？扶大娘，来来来。福大娘，嘿，大娘呢？大啥娘啊？大娘早就让小伙子扶起来了。你看看，哎呀，大娘，我没有别的意思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不怪你们。哎，小伙子，那你第一时间就敢把我扶起来，你不怕我是碰瓷儿的呀？谁见了这种事不得扶啊？再者说，大娘你要碰瓷儿碰俺这样的，到最后你不得救济俺呀？哎呀。说着说着，俺怎么还坐下了呢？咋还不能坐呢？哎，这车厢里这么干净，俺身上脏，俺坐了，别人不就没法坐了吗？孩子，一听大娘说两句，这衣服脏了，咱能洗；座脏了，咱能擦。你到咱这城市里来，你把咱这儿当家没呀？当家呀，那家里能没有你坐的地儿吗？来，坐大娘边上。哎，来，哎，大娘天你坐吧，我得站一会儿。列车到站。哎喂，媳妇，你生了吗？哎，没事，别着急啊，我马上就到了，还有一站，等着我，等着我啊！朋友们，能不能让让，让俺出去啊？那个，哎，咱们动动，哎，让他出去，哎，让大伙听我说，农民工兄弟他媳妇马上就要生孩子了，现在出不去，咱们把他抬出去。对，抬出去，来。也许是大叔阿姨，好人就
深。